接下来呢，我就来吃这个车厘子，这个大概是20多块钱。先给它洗一下。好了，开吃。很甜。好吃，很久没吃这个了。好想一次吃一箱呀！特别甜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必须是和的和能系列的。吃的都忘我了。好想吃个30盒呀！最后一颗，好了，车厘子就吃完了。